大家好，咱们现在的位置是在黑龙江省大庆市第一采油厂南一区含油污泥处理站。本站我们南一区的污泥站一共两台，咱们Flottweg公司的离心机在使用。我们含油污泥处理站是油气密集场所，本站的只要在本站的区域内都是一个容易爆炸和容易发生火灾的一个场所，所以进站必须全部都是防爆的设备。离心机的这个防爆设备当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作用，我们必须要有这些东西，一定要安装这些设备，一定要安装这个防爆的这个有这个功能的设备。Flottweg离心机，我们是去年2017年，我们是2017年建站的开始，然后2018年7月1日开始投产试运行。运行至今为止，Flottweg的离心机还是在一个很平稳、很高效的一个情况下的运行的。至今为止效果都是非常好的。